唐师兄也在啊。想不到沈龙首会弄唐师兄。以我所知而言，或许吧。哎，是你啊！在下今日是来向某人讨个说。他是谁？沈孤鸿。沈龙首，你们有什么恩怨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你一直在寻找之人。难道你是？我是灵武，亦是驯兽老人、烟花团老板。你身边的任何人都可能是我，薛无泪。修泪，你道孔雀翎在先，饶万寿节在后，实有大罪。大罪？沈龙首，你这欺世盗名之人，何敢指责于我？血衣楼不屑与任何人合作，这一点沈龙首比我更加清楚。沈龙首，薛无泪那番话的含义，你想问什么？他的意思是血衣楼并没有盗得孔雀翎。你是相信他的话，还是相信你亲眼所见的事实？我想弄清真相。真相往往没有你想的那样重要。不过，我有一个希望，我们都有能力对此。血无泪真是可恶。血无泪的意思是他没有，不是薛无泪盗的。哎，看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子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这次我们好好玩一场。希望是我多想了。收下，这里。
少侠，你是？是留声大人唯一能帮忙。血魄草，我的暴风雪果真来了，暂避一下吧。前面有位老丈，去问个路。这暴风雪真是百年难得一遇。这位老丈，您可知道这附近哪里可以暂避下风雪？沿此路向西行，又到青石关。莺歌镇乃是秦川最古老的镇子了，此处民风秦川今日。此处天气恶。我知道了，暴风雪暂无减弱的迹象，先按老人所说去青石关看看吧。这么大的风雪，那边的山崖上怎么会有个人站在那里？那身影有些眼熟，过去看看，竟是沈龙首。沈龙首，听闻秦川遭暴雪，怎么，少侠有什么意见？啊，不不，当年白小生见万雪，若观音奴巧，观音奴未来，保家卫国固然重要。他真是为了暴风雪而来的吗？还是为了血魄草？这严寒确实难熬了，我身负内功，尚且冻得难受，不知普通百姓要如何抵。前面是阿暖姑娘。少侠，你也来了。阿暖姑娘，我听说秦川，所以对啊，喝了那便来一碗。这汤的味道
真是一言难尽。少侠感觉怎么样？不太平。当然啦，后来外武林禁地。积雪已经打扫干净了，回去告诉阿暖一声吧。少侠这么快，太好了。咦，赶快把屋子腾干净，这间房我家小姐征用了。征用？那我住哪儿啊？本小姐屈尊住在你家是你的荣幸，至于你住在哪儿，关我什么事？我不要钱，这是我的房子，你凭什么强抢？不识好歹，给我让开！住手！小姐，算了。哼，什么寒酸的破房子，我才不稀罕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没。无妨。这位大叔方习武在下姓，这位是阿暖。秦川此番我只知道那女孩。不，我此番途经此地。原来钟大叔和阿暖。家里的柴火都快用光了。是啊，若是再下雪封路，真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。稍后会有太白弟子来镇中送柴，二位莫要着急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太白的人不会坐视不理。听闻青龙会的沈龙首来秦川赈灾，可有此事？今日确实有江湖打扮的人士送来了许多物资。若是青龙会与太白都来此处援助，任他再大的风雪也定会平安无事。是啊，这次真的多亏了他们。我的货全都堵在路上了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我的货比你的多多了，若是再耽搁下去，恐怕连家底都要赔进去。二位可否告知在下货车所在之处，我们太白自会帮二位解决困难。真的吗？那真是太感谢了。少侠，我已大概打探，而且青龙会钟大叔和沈龙首任。这位大神可是遇到。本来我让阿喜在。那是唯一。前面似乎有小孩子的哭声，先过去看看。你是？你自己偷着走，想必那只雪。阿西以后要乖乖听妈妈的话，不许再乱跑了。我也想听妈妈的话，可是屋里太闷了嘛。即便是想出来，也要和妈妈打好招呼，不然家里人会着急的。我知道了，以后出门要和妈妈打招呼。这就对了，咱们快回家吧。可算回来了，这次真是太感谢各位了。孩子平安回来便好，少侠找人真厉害。碰巧罢了。
各位都帮了大忙，不妨到家里吃。不急，我们不饿，我们要你们几位真是好人。对了，外邦人哦，是他打听现在应该。看上去，这阵子受灾似乎并不严重，在此严寒之地，也算是件幸。看来太白与青龙会之人此时已将大批物资运往此处。哦，对了，方才少侠打听辽人和万雪窟之事，不知是否有什么异样。说来话长。哈哈，没事，我只是随口问问，若是少侠有需要钟某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便是。我知道了，钟大叔。